直播吧。10月2日去北京时间今日，中国国足最新一期集训大名单公布，吴磊领衔名单，金靖道、郜林入选。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国家男子足球队集训的通知如下，各有关俱乐部为备战参加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经国家队教练组研究，中国足球协会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2018年10月8日至10月16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及南京组织集训并参加热身赛事。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人员名单：主教练李吉领队，刘殿秋副领队，张贺管理，康斌、黄松、黄伟涛助理教练，佩佐蒂、德罗索、马达洛尼守门员教练，兰普拉体能教练，高迪诺、内里医生、恰斯特拉奇康复师、科蒂、金玉、高建国、张延瑞技术分析、刘志宇、通强新闻冠、车恒志翻译、文先石、徐亮、刘建装备管理、郭瑞、陈曦运动员。23名广州恒大淘宝曾成、张林鹏、冯潇霆、李学鹏、郑智、高林、于汉超、郑海上港、严俊林、于海、吴磊、天津权健、张璐、刘一鸣、赵旭日广州富力、肖志山东鲁能泰山、王彤、金靖道长春亚泰、何超北京中赫国安、于洋、朴成、池中国、于大宝江苏苏宁、无锡天津泰达、木任和百西江二。报道时间和地点。报道时间，工作人员于10月7日17点前报道。教练员、运动员于10月8日13点前报道。二、报道地点，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酒店。地址，苏州市国宾路1号进金鸡湖大道。三、经费条件，教练员、运动员及工作人员集训、比赛期间食宿、保险等相关费用由中国足协承担。四、集训相关要求：一、所有入选人员必须按时参加本次集训；二、参加集训人员必须自觉遵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及国家队有关规定；三、请有关俱乐部协助，保证运动员按时参加集训，并检查和督促运动员做好集训前身子和心理等方面准备。因故不能参加集训比赛的人员，俱乐部和本人必须在2018年10月3日前以书面及电话形式报中国足协批准，并按照中国足协具体批复执行。四、俱乐部及运动员本人未经中国足协批准不参加国家队集训比赛，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与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相关条款进行处罚。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2018年10月2日。